云凯，你要带我去哪里啊？世界的尽头。你以为你是偶像剧男主角？真的啊，你自己看啊，这多美！世界的尽头也不过就如此了，对不对？怎么，看傻了？那你知不知道，就在此时此刻，还有一样比现在的夜景更美。什么呀？就是你啊！别闹。和你在一起，就算明天是世界末日，我都不觉得害怕，真的。你怎么跟我在一起？为什么不是世界末日就是世界尽头啊？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困得太多了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不是的。我都知道。不过，你现在跟你家人和好了，你就不要再因为我和乐童跟他们吵架了。你说什么呢？好了，我都知道，他们不喜欢我。我不想因为我和乐童，让你和他们之间产生矛盾。那简单啊，那咱们俩就回西平生活，你呢做做馄饨，做做刺绣，我呢还干回我的老本行，做个律师。反正我就是要跟你结婚，我就是要当乐童的爸爸。他们不会同意的。要娶你的人是我，不是他们。不过，我们结婚吧。你知道我。